张智霖同老婆袁咏仪打拼多年，近年更北上内地打入综艺节目，财源滚滚来啊！钱赚得多，当然要好好享受啦。张智霖就会成日上传喺屋企望向外嘅相，除咗无敌大海景，仲可以望到海洋公园。翻查资料，该豪宅应该系2017年以超过20万月租，租嘅浅水湾曼哈顿大厦2000几尺嘅全海景单位啊！